我现在来到了圣巴巴拉的最著名的必游的景点，就是宪法院。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宪法院目前来讲是美国最著名的十大县的这个法院的之一。另外呢，它的最典型的西班牙的建筑深深的这个吸引了我们，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第三个呢，这个宪法院目前还在办公，因为它的整个政府，圣巴巴拉市的整个政府部门现在还在里面办公。它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宪法院这个地方成为必游的景点，它有它自身的独特的东西。我会很仔细的把这一部分展现给朋友们，这个地方非常棒。据说在这个宪法院的这个屋角的这个棕榈树，是这一片最古老的一棵棕榈树了，好粗好大好高好漂亮。这个宪法院后边的前面的这个草坪，算是我们有好长好长的时间所见到的最漂亮的草坪了。这个地方的草坪面积又大，而且它的整个草长得又厚实，修剪的又特别棒。它主要是配合周边的西班牙风情的建筑，又彰显了它的威严和这个漂亮，真是这个时候来探访圣巴巴拉，来探访宪法院，绝对绝对是一种享受。所有的东西的构建都是这么的和谐，然后它每一个东西的设置又是这么的恰当，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叹为观止啊。整点报时，所有的花都飘着花香。办公室里面的人们正在上班，我们可以随意的在他们上班的地方进行游览，这就是一种非常贴近民意的一种文化。怎么样，大米啊，你有什么感受啊？空气当中都是那种清新草香和那个花香。
因为疫情这个地方关闭了，那么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宪法院的建筑的外围再转一转，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舒适。对它的整体的这个景色、整体的构造、外部的花园、树木、草坪以及它的设施都非常漂亮。你说什么？太漂亮了！啊，太漂亮了！小花树，满满的都是花，好漂亮！花的颜。哇塞，这棵玉兰树可就大了。这个玉兰树，哎呦，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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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还有这个花树，在那树荫底下。看这种门的造型，就是典型的带有基督教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含义在里面的，具有非常浓厚的西班牙风情。对啊，它主要是这个区域，它所有的周边几乎有一半是花树，现在都是鲜花盛开的时候，而且所以到处飘着花香。